个学习营主要是让会馆属校的同学呢能够有一个机会大家在一起学习华文，既对他们有要求又不会给他们增加压力的情况底下呢，来共同的完成一些任务。其实我们在他们学生过来我们这里参加学习营之前，我们的老师已经到五所学校去跟他们上了六堂课，训练他们怎么样进行朗读。过后我们跟他们录制之后会有专人帮他们做剪辑，最后会做成一个光碟送给他们。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制作。是啊，你怎么成了我的人？不对吗？那你说是什么颜色？看起来他们真的早有准备了。吃的排队好吃。
以看得出学生对这方面的学习是非常感到非常的兴趣，而且可以慢慢的了解到他们开始已经热爱这文化，这么尤其是华文这方面啦。通过游戏可以学到华文，我学到了怎么表演和跳舞，因为可以让你和别的学校一起团聚和玩游戏。